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Boy Sorry。好，那咱们就开始吧。我想先挑战可以吗？好，这么有信心、啊，这么有信心、啊，这个真的很难的，因为你不看他没有。我真的很难的，一个五折之后你尝不出来了，是吧？但是你们应该不知道我有个绝活。啊，皮哥要一百。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行，来，三、二、一，喝吧。什么？喝一个水。这水币，水币，水币。先不告诉你答案，先不告诉你答案。好好感觉一下这是什么。好 feel 一下，雪碧雪碧雪碧，雪碧，雪碧，别笑，等会儿上了，别笑，你有牙肉吗？你牙有不住，憋不住了。第二个、刚才只能控制机缘了，我就直接就是五杯雪碧。我想着他们可能以这种方式来糊弄我，然后我一想怎么真的全是雪碧，因为喝起来就是大家一会儿尝试的时候就真的就感觉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就 boss 们，你们自己如果对这种挑战感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多弄几种碳酸饮料自己玩。好，现在我们欠你，相当于是他凑了两杯，然后我们还要欠你一张票。行，开始欠债了，我们下一位，下一位吧，来要了啊，过来吗？哦，明锐吗？你再说一个，狗啊，来吧来吧，现在来上你试一个啊，第一个，第一个，进来，来吧来吧，我给你捏着鼻子吧，捏吧，这表情，你别喷我手上，演绎。抬点头，抬点头。是什么？可乐。哦哦哦！不行啊，不行啊！可乐。我们可是改过了，我们改过了。雪碧还是可乐呢？别忘了，这可是个团体游戏啊！团体游戏，兄弟们，这是什么？这是结合体，这是矿泉水，别打了。这其实是冰红茶。别想了，喝完了，别喝了。这后面还有呢。猜呀，随便蒙一个呀。可乐，可乐。对喽，太强了，这团体游戏没法玩了。这个，其实就是可乐已经猜蒙了。这你随便蒙都蒙不对了吗？跟七个巨毛一样啊！错俩对仨，这个猜这个气质是哪个音？不行，把听觉也带给他疯了。可乐，说不定哦，还能闻出来。他闻出来了，我鼻子可是狗做的。啊，这我想这么说来的。狗鼻子比较道具啊，道具已经准备齐全了啊。不太对。来吧，第一杯，来吧，来，喝下这杯。带我一杯忘情水，还我一杯。细品啊！哇哦，可乐，可乐，喝起来呢。下一杯，咱们得营养啊，不能得害人了。对啊。可乐，哇，天哪，这，哎呀。不，可乐啊！哦，我全是可乐吧？不会吧？也是可乐啊？不是吧？怀疑你眼睛看得到？看不到。不是，他不是眼睛看得到。还有一杯，你马上就要成功了。你想好？你看，咱们再喝最后一杯。对对对，别错别错，千万别错！你想好了？想好了，想好了。你听到这个你？可乐不好、所以说这个怎么说，你现在是我们有一张券了对吧，现在我们有一张，哇，白色，哎，你们是不是要后面
两杯，我以为是雪碧呢，但尝不出来，怎么尝得出来？但是感觉越到后面越尝不出来。对，但是又感觉跟前两个味道相似，我就坚定自己，坚定我可以。来吧来吧，下一个谁要来挑战？来吧，鼻子。别逗了，别逗了。谁逗你？对，你多喝一点，多喝一点。雪碧。哦。第二杯强，第二杯强。第二杯，第二杯，第二杯。三杯子了，两杯雪碧啊，想想好了。必须要猜对呀、啊！不猜对咱们这。雪可。可乐。好。好的。好的。下一杯。啊，反应。雪碧一会儿很可能赢回来，就你猜的顺序。不是，我觉得这张纸嘛也没有太重要。对，现在橡胶就有纸条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张，哎，行，给，我是那种人吗？这我的，你在这横啥呢？哎，行吗？行，你的不就是我吗？下一位我。杠是吧？跟我杠是吧？这个。来，第一个。这个毛，我有点你看。哦，雪碧。怎么这个好丑啊！我说你的鼻子。啊。可乐。小心。等会儿，来人拿一下。什么呢？还喝不出来呢，哥嘛，哦，可乐，在那边，雪碧，可乐，不用拿，等等，最后一杯了，不用拿哦。还是美年达，这冰封枪还是美年达，雪碧，全队，三张，快点儿，我来第一杯，喝，哪儿了？想，对，喝呀，啊，你别笑，我念不出了。别那么弯曲害羞。嗯，没有。雪碧不是可乐。啊。可乐是吧？确定可乐。可乐。来第二个。哎哦。这是什么？这是应该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那你看看这是装过什么的？那个家伙，我拿一个。没有了呢，一口干，小龙，让你的嗓子眼好好评。可乐，我就要加五个。可乐，一口干。对，我组一个证据。可乐，你不知道我喝什么了，你不知道我喝什么。这是可乐。你确定吗？这么，来第四杯。我要打嗝。别笑了，我真听不出来。那个家伙不是，来我哥，得了，哦，吓我一跳，还有吗？有，还有一个，最后一杯，最后一杯，可乐，哇，怎么样？六杯可乐，六杯。这个家伙给拿一个，还是漂亮，第二杯，
吗？啊，没有了。这是什么？然后别不至于，这是雪碧。谢谢。再换上，下一杯。让你已经说了。啊、男人怎么想不想喝？男人，我再喝一口。怎么河南调都出来了？你们想不想喝吧？